一定有双刀！哎呦，艾克爽死了！我操，艾克直接起飞了呀！那拿了人。 他升级了，我走了。浪潮逆转了，怎么这么装呀，哥们？你这个挨我的。 故意给他A知道吧？你死啊！7步以内什么最快？各位，你们回答，还可以不？走了走了，OK。 我现在眼不给经验了，但是加钱我们干他还是要排啊，你不要10块钱排不要呀。7步以内一杀最快呀，哼，什么都不好使，知道吧？什么都不好使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 一起来踩一下，先 A W 一下 ，A W OK， 再 A 一下 Q 一下，走，走了。哎，怎么这里挂上去了呀？ 没了。哎，一起来踩一下 ，W 点来带走，直接死，完成单杀，很随意的。缺了这波的鱼人，你们上大师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 艾克人呢？在这吧。我在靠，各位，能不能等我一下？你这还在烧？舒服了。 没办法呀，这800块钱买不了装备啊！我们还是要憋大棒，不憋大棒真没用，兄弟们。不憋大棒真不行啊！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
has been slain.这样的话那你不死的吗？你再踩着踩到这边一个 double 这一波我觉得可以顺带去一波上路了，不一定要回家的，顺带去一波吧。旁边也点了挂了，不然伤害不够。 怎么这么肉呀？这翡翠单位不就这样吗？皇子，没什么好稀奇的吧？翡翠呀，这把是翡翠段。在座的各位，说实话。 你们敢说你们拍到我也能像皇子一样临危不乱吗？对吧？也不一定呢。我们这种王者的威压，已经把他吓得都不行了。你们拍到我在对面，可能比皇子还抽象，知道吧？ 没带走了，一会儿踩还一堆。 Q一下 ，A一下 ，一起来再踩一下，不要踩没用，哥们，不要踩没用，W 会 A 一下带走，怎么说？一起来再踩，踩边边走，拉开，再 A 一下 ，A 一下走 ，W 会 A 一下一起来，我这个 E 呢？我操，没 E 出来啊，坏了。 这个艾克捡个头，我服了呀！送了他1000块钱。浪潮逆转了。 他死了，各位，他这个 W 一放他就死了，兄弟们，就这么简单，没必要换 W 的呀。 王子半血，我也来找他了。他应该打蓝区了，皇子身上没蓝的，各位。带走，再把蓝吃一下。蒙多这波什么血量？蒙多这个血量有点厚，我还真不一定能杀掉他呀，兄弟们。我有 TP， 那死了。 OK，
Unstoppable. Shut down. 艾克很喜欢潜能头啊。他没有 EQ， 变本了，变本了，这哥们直接闪现了。这皇子，我操，还给他 Q， 皇子抽象呀，他惩戒给小石头人了。我操，虽然说还被他给抢到了，那麻了这人。惩戒给小石头人，你们想到吗？交给我吧，剩下的。好吃，好吃。两件套，我们这个翻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玩了啊。上个五幺 A 一下 W cross A 一下，这么顽强吗？一个 A 带走，先移过去吧。哎呦，想看戏法吗？鱼雷，哎呀，开两个人，各位，来赶我们艾克，一起来踩一下 ，Q 一下 ，Q 一下，来怎么说 ？A 一下 ，A 一下 ，W 你不开他你就死。Q 一下怎么样？不慌，有备 ，W 说一下，把他捅到 A 了。你们说这不一定会开大吗？我这里看，我管他们说，没断他了。鱼雷，一起来踩一下，怎么说 ？W 拖一下带走，哎，打再 Q 一下，开沙漏，地闪 ，Q 一下，完了，我死了，肯定很左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？这是哪里的方言？我怎么听不懂呀、啊？听不懂。
你得还在这边靠。上方就是杰拉狂，一起来躲个大，带头。把蓝抢了啊！一起来踩一下，咱们说一下 A 一下 Q 一下。我操，心之钢，开上路好了呀，这么痛呀！这么痛。不见，没去过那个地方。你的一个鱼雷射到他脸上，伤害低，改版了呀！他改版以后，他所有的装备都被砍了点伤害跟 CD 啊，什么法强攻击力都砍了。这和游泳一样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蒙多，蒙多没死吗？兄弟们，三个人没抓住他，我得来。这蒙多真有点狂了吧？啊！一个人去三个人打，我操，坦克联盟呀！准，哥们，鱼雷自带导航，呵呵，怎么样？你搁这放，一会打你啊！房子有个引爆刀的，我怎么打不过他呀？他这一个平 A 我真受不了，兄弟们，真打不过，我走了。一个平 A 两三百，打不过，四百攻击力，我靠，谁打得过他呀，兄弟们？他这一个装备加了快100攻击力，离谱。打残你，兄弟们，能不能杀他？你失血的蒙多，听说你很弱 ，PP 都让他死，直接打他四分之三血量，还可以吧？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Battle. Nice.开沙漏，躲他一个Ekko，给他踩一下，就拉开，胖子没被点燃烫死他。 一波，初段还是没敢像我这么出就好了。哎，伤害最高的一套，CD 38的话刚好够用。巫妖杀了帽子，好看吧？这个三人数不够的话，你可以换成银焰，好，可以换成银焰，或者说别的你想换的装备都可以。这不是很讲究吗？反正前面四套巫妖杀了帽子，反正嘛，这四件是必须要有的，没有真不行。 露露开啊，露露！哎，露露怎么不 A 一下呀？交给我吧，我来去终结这场比赛。螳螂来拖了，牛！牛！